是美好的周末，今天要去哪里捣蛋好呢？抱歉，小猴子。我叫猴宝莲，不叫小猴子。哦，好的，小猴子，我赶时间，下次再买香蕉给你哈。再见。我再强调一次，猴宝莲，甜品店似乎有情况。难怪会有那么多贪吃的小孩子。好香啊，我们也来排队吧。我们可不是小孩子，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吼吼龙守卫队的情况。我和小飞车挡不住了，咱们就像现在立即马上去到蛋糕。喂，先生，你订购的货品我放在后门了，前门我实在挤不进去。好的。有了它，我们就能放松一下了。哇，这完美的极限线条，我已经被单身吸引住了。要触动我的小扳手喽！等一下，阿健，就让我插一下嘛，就插一下。做零件就好。好，我不拆了。小静，你和阿健说了什么？我告诉阿健，只要他不拆甜品制造机，爸爸就会给他买机器人玩具。我记得上周才买了一个机器人给阿健呢。那个机器人啊，被阿健拆完后，已经不是机器人了。让我来试试这台机器的效果。哇，功能很丰富哦。只要设置好参数，就能批量做出蛋糕啦。哇，好多蛋糕啊。小静，你们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里做好那么多蛋糕的？这都是全自动甜品制造机的功劳。哇哦！啊！如果我拥有它，我就能生活在蛋糕王国里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蛋糕。根本停不下来，我真幸福。我闻到诱人的味道了。孩子们，辛苦你们了，明天你们就好好休息吧。好的，爸爸。想好好休息，我们香蕉兵团可还没答应呢。他们把门锁上了，让我来试试。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捣蛋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香蕉钥匙，噔噔噔噔！耶！大老爷，真的是万能的。幸福能量枪。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，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候。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呀。三毛，来，请你吃蛋糕。二毛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好难吃。难吃，难吃就对了。哇哦，请慢用。我要全部吞下。也是和平的一天呢，
小俊，甜品制造机坏了，做的蛋糕很难吃，我的蛋糕王国梦想破灭了。别担心，阿健最擅长维修，我们会帮助你的。吼吼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吼吼龙守卫队出动，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飞暴增强，启动我计划思念，仍然在家成功。阿健实现高线，大和平肩并肩，不怕困难重重艰险，吼吼龙集结守卫，守卫战衣装备，克小心，守卫世界，轰轰隆隆的发泄，哦发泄，小龙都出去了，最难的对决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轰轰轰，我同变野猪，从此不怯，守卫队为了幸福出列。小胖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很好，我只是失去了梦想。机器坏了而已，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我真担心阿健忍不住把机器拆了。放心，昨天晚上我已经给他买了一个新的机器人了。机器的硬件没问题，我估计是程序乱码了，只要我轻轻地调试一下。奇怪，有点不太正常了。让我代替香蕉告诉你们，我们是香蕉兵团。香蕉兵团，我抓你就跟抓娃娃那么简单。你的信心很好，但你的操作有待提高。不用你费心，我自有我自己的考虑。怎么不躲了？被我的操作震惊到了吗？是被你笑到了？你看起来像个大胖子。动起来，快动！动啊动啊！动起来，动起来！你们还是想想怎么逃吧。不能再让猴子破坏地面了，让我去对付他们吧。但动静可能有点大了。等你好久了，看招。我的角龙工程车是所有多龙战车里马力最强的，这次是我赢了。你不要过来呀、好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哟。自爆系统启动，倒数十九八、我们被卡住了。我不想当龙生猴子啊，这倒是不可能的。不就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二，系统已修复，自爆系统停止。我们得救了。阿健，我们已经帮你准备好修补的材料了。
那你知道接下来该干嘛了吧？嗯，知道了，把房子修好。怎么办呢？我的甜品制造机坏了。啊，我要和他做最后的道别了吗？这是一把扳手的事吗？啊，嘿嘿，好的，现在是吼吼龙守卫队首席工程师的表演时间。虽然我总是在拆东西，但我更擅长烧东西。好耶，我的梦想又回来了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好好龙守卫队，守卫成功。